你有身材上的困扰吗？没办法，我妈说我喝水也胖了，吸空气也胖了，我早也放弃了。我有一个好方法，你想要试试看吗？苦瓜，它可以让你减肥哦。嗯，我最讨厌苦瓜了。其实看毕业的所有的东西，一直想要送我的什么东西？苦瓜。我们要怎么改变小学生对苦瓜的观感？我们也许可以强迫他们吃啊。行啊，那如果我们骗他们说不会苦呢？当然也不行啊，因为他们小时候就有吃过苦瓜了，他们一定会知道会苦。那如果我们来制作苦瓜丸呢？我们有钱吗？我们可以跟银行借钱呢，也可以跟川普借钱呢。不要在那里做梦了，搞不好川普真的会借我。俗话说有梦最美，那没有钱会发霉，不然来做基因改良好了。这张纸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太难，我们想那么多，这个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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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都不行。这个那么丑，哈姆，我们真的很苦吗？到底要怎样才可以让别人